拌辣椒啊，咱最爱的辣椒。哎呀，伊这好歹吼，大概来拢是，大概来拢冷，冷去啊。对家。我大概来，咱大概来拢冷去啊。今仔也袂冷，较紧来慢慢来。那上次买拔的时候是冷吗？没有啊，我们拿回来，我们那边已经死掉了，在那一边。哦，对啊，上次我们拔的时候。就没在遐啦。哎，死去啊！还死去啊！无，伊长了。我今仔才说死了。伊这可能侪年啊，看咯。嗯。无啦，伊这朝天椒拢细粒的啦。我倒的比这较大粒的。朝天椒有足侪种的啊，唔干那一种。我倒的是第一年。无，阮兜第一年嘛较细了，看你种什么品种。嘿啊，对啊，有一种朝天椒足大粒的。刘颖，刘颖纯正，都讲台湾辣椒。台湾辣椒。哈哈哈哈哈。讲慢了了。切辣椒了。对呀，切辣椒。我咪来，啥物拢无欠，我咧欠辣椒呢。无你食，无你用。我这个来欠辣椒，阮家的班无够慢，无够做，无够做。朱老师因家唔足济。朱老师伊也无提好我。哦。伊就转去，我歹势去甲伊人讨。嗯。这个朱老师，反正当辣椒钱，伊拢无咧食，拢好我。我这个来也无。敢买辣椒咩？规张啊，慢了了啦！你来看，这两个。我来镜头，唔该。等因某来就红啊，哈。因某来就生啊，就对了。变红啊！啊，无恁即个无办吼，因某来是。感谢讲，你甲慢慢来。啊，无因某来是已经大。哈哈。吼。对啊，对啊。对。足济很多。对啊。你平无？你平讲？你平没有看到吗？刚明白了，刚明白。哎呀，我来看一下，刚。